九天玄女娘来啊！顺红，九天玄女降落，九天降落。哦，九天玄女化身。2019年推出的来自台湾嘉义的团队研发的游戏，然后2019年那三年前打鬼一，那个时候我也有实况。你当初有买打鬼一，你现在直接更新直接玩啊、哦！现在多了一个第二章可以选择。哎呦，有一个影子在前面。我欧亚能听到。欧亚，看到欧亚都亏钱。就很恐怖。很像 IU 吧，对不对？英雄救美来了，看起来很猛。拍摄，你没事情吧？你好，我叫单机游戏队，未来有对战哦，感谢订阅。有第二代的声音清楚很多。跟他请神明来做主，我才会当对边仔跟你斗相共。你等我一下，我来请示看卖啊，敢过会当帮你创啥？九天玄女娘来啊！顺红，九天玄女降落，九天降落。哦，九天玄女化身。咱来去看是啥物情形。我已经变成女侠了，我细汉有生过这呢，有够怀念。生过这是啥？这边啦，来了，又要来玩这个，这个，不会悲剧啊，不会悲剧。这张看起来，头前真是有人啊！这么快就 BOSS 哦？头前的少年的多嘞，连盖先的声。切！你卖走！我要赶紧上阵。我把梁盖先打死去啊！头家，梁盖先给我打死去啊！但是讲嘛奇怪，安怎算都无算到这个结果啊！你期待我回来吧？好，继续。三角板啊，这个三角板要怎么解？我不会解。我只能乱尝试，尴尬，塞呗塞，不阿多，差一点嘛，要反过来看，我看一下，这张头像诶是什么意思？看起来是七小鬼的法师，但那内面是用鬼神的红影啊，提炼成的阴灵。提炼鬼神的红影啊！
第二章。害怕，害怕。林叔啊吼，这死阿伯，害怕，有够害怕啊！这死阿伯，要拼，还没完呢、啊。已经好了。地藏王来了。不过配音是林小楼，了解。这边应该结束了吧？地上还有什么？哦，这里。然后有过来啊。哦，这个更复杂。不知道图是怎么样，先给它乱转了、啊。这两个是一起吗？不对，这个应该在一起。好，这边还有东西吗？然后要从这个洞跳下去吗？越快越好。我现在魔关羽怎么打？我看到了，感谢感谢，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了。哦，这边还有一个拼图啊！啊，这个厉害啦，这个要怎么拼？OK， 这个只是信。哦，水，过来啊！有过来啊，看麦嘞。这个箭头有没有可能是这个？不是。会哦，这个落出来是铁盒呢。这面顶阁有锁，看起来是真贵重的物件。敢要即马撬开？先埋好啊，我惊去伤到内面的物件。嗯。咱先摕起来冲风遐看麦啊。好啊。好，不是，是因为想要尿尿。我破解完去偷尿了哦，这个铁盒仔都落出来。这个盒仔顶端有几个字，已经那查了呢。林志文，这是我知啊。这个盒仔已经交费用啊，我大概知影锁匙在倒，我来试看卖。嗯，春风兄，这个卖给你啊。好，接下来怎么走？看一下啊、哦。
要朝着箭头走。翠玲，你有感觉着无？变卡冷啊！耳朵开始叽叽叫。去法克哦。等一下，打王的时候的绝招叫做 Auto 加 F 4这样。又有输，又到你家。哦，这个龙界兄混到最后都有他哦，戏份很多哦。鬼王啊，鬼王，是这两个卡小要处理性命，难道恁合力相迎？我靠！他直接把谢龙，他直接把他一巴掌给他死。感谢柯基。是你！好，见死不救，可天地不容。已经到了豺狼啊，已经无救啊！我管你啥物冤亲债主，全部拢算我的。我林飞鸿永远就要拍个魂飞魄散。嗯，这边我要打 ，OK OK。回生二回熟啊，抱歉各位，等一下是 A 吧，然后 SD。感谢订阅，感谢订阅。总算了，因为今天要把它解掉。对，你跟我下面我的狗。我错了，我不爱。爸妈世间的一念，如菩萨一般潇洒，初心最赢。全部交来！是军队闹出意外，灵火旺来了！感谢订阅，感谢订阅。所以现在这个结局是第二吗？第二结局吗？还是说待会结局待会要我来选？去看老魏。是大妹啊！哎，我怕终身难了啊！原来，是你前世人的阿爸。真
谢爸爸。这阿爸想要完成，早无牵手照顾囡仔的约束。啊，不过两个囡仔伫咧火劫的时阵过身啊，这个阿爸就伫咧这间厝吊头。丁坤就伫勇敢等待亲人来世投胎，搁转来家这个厝。沉重的思念造成了这个沉重的业债，冥冥之中一直牵着阴阳两界的一家口，最后严重影响到已经投胎的恁两位姊妹啊。杏林医院，这是我的乖仔囝，阿爸对不起你。没有，阿爸，承担你的痛苦，好不？你安尼有魂飞魄散啊！你哪会无好啊大汉咯？感谢订阅，这是父爱啊，这当过爸爸的就知道了。好 ，OK， 妹妹醒了。按错，不会按错，不会按错。结局二，再会，各位。哎，琼兄，你来啊？翠玲呢？伊伫病院咧照顾伊妹妹，伊妹妹终生醒过来。啊对啊，我找着锁匙啊。哦，啊，琼兄，内面有啥物？感谢订阅。哦，隐藏结局就是开启这个铁盒。辉宏啊，你敢愿意代替你阿爸？感谢订阅。把伊所写的批，就放上头啊，然后搁伫咧庄内底传人听。我吗？好啊。我上敬爱的村民，恁好。请听我的指挥，我是志文。咱因梦想来结缘，因为台湾是咱的好友。我上亲爱的村民，请对我来去。我愿意祈求上苍怜悯，勇气陪伴阮继续走下去。我林志文，初心追心之痛，就是无缘的亲人。请原谅我的决定，我永远拢会记得上后尾甲你揽的迄个温度佮气味。感谢订阅，期盼咱来世佮会当相见。志文，作弊，感谢订阅。林赫，感谢订阅。那。
哇，那叫做正白。感谢订阅。这下白命，哪会在这？带着村民走，我都知道你做的事，我都了解，我不管你，你好好走，别烦了我，干妈妈，阿爸，感谢订阅。感谢订阅。有你，这么有文章的囡仔，阿爸，足欢喜的。阿爸，你真了不起，你真是英雄，我阿爸是英雄。感谢订阅，感谢。再会啊，阿爸。哦，后面的彩蛋看结局一是共通的 ，OK OK， 好，感谢大家啊，感谢大家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喜欢我的频道，喜欢我的直播，麻烦请你按赞、分享、订阅、加入会员、开启小铃铛。老师，感谢你的支持。